我觉得获得了十分很不可思议吧，也是。但是首先还是把自己的动作跳好吧，也不能去想太多。天才也不是你们所说的天才吧，这些都是练的吧，我觉得一遍一遍的去练，它会让我更深刻一点吧。在这期间吧，也很辛苦吧，在这3年里。自己的辛苦泪水，然后还有也有开心的时候吧，我觉得很不容易吧，然后拿到这枚金牌。在这3年里最困难的是改动作吧，还有自己的体重方面吧，然后因为体重重了，然后动作也要一直去改变吧，然后在这期间，然后陈教练也是一直在帮助我吧，一直在鼓励我。有时候他讲的时候，自己就没有在意这些东西吧，自己就越来越差，然后后面就觉得就必须得去认真吧，认真对待，我们俩就慢慢去配合吧，我觉得。